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主。今天呢是星期日，我们这边西方还是星期日，4月14号。那我们有一天接近要回家了，感谢赞美主。东方那边已经进入4月15号了，感谢赞美主啊！我们每一天要牵着主耶稣的手，一路回到天国天家，而且要记得感恩，而且要敬畏神哈。我们所作所为都要记得。人都在看着，而且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人啊真的很亏欠主哈，很亏欠了主耶稣，很亏欠了上帝。所以那一天好像上个星期吧，就有一个声音说我们就讲到我们亏欠主耶稣哈。好，每一天我们也要爱神爱人，要记得祷告感谢赞美主啊，要亲近主哈啊。那我今天呢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家中有一个家中有一位成员 ，OK， 不是我这边的家中九个人，不是，是我的兄弟姐妹那一边的哈，那有一个有一位呢就误会了我，就是我就大家我再声明一下，就是说。我这两天都有看到红色蓝色的星星，都有看到蓝色的星星，只是昨天忘记讲，今天呢也看到哈，所以神还记得我们每一个人。昨天呢在 WhatsApp 里面我分享了昨天跟我讲的一些话，关于我们这一个家人哈，我们这一家九个人，所以我就很开心跟大家分享。但是神并没有忘记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都是一家人 ,OK, 都是一家人。那当然有什么开心的话，当然神也要我们分享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我要讲的，就是之前呢一年多在2017年年底到新天新地的时候，看到大一些人的家，亲戚朋友们的家，那时候的家我们也经过了一年多了哈。我相信你们的家现在更高一层楼了，更大的屋子了啊，不一定以前是在一个apartment，现在在一个独立屋子了哈。所以这是我昨天到我的头脑的话啊，所以呢真是活着的神，千万不可以把神把它捆绑起来，不可以 confine God, we cannot confine God。 就好像我照到那个太阳，早晨的太阳也是活的，它的亮光呢在主的控制之下，不是我们人啊，有时候就很亮，有时候为它虽然已经照片已经在那边，它的亮度也是在主的控制之下。所以呢神是活的，每一件事情他做的都是活，就好像背起的门也是活的。所以大家之前我看到你们的屋子哈，现在我相信就好像 Meet 他自己也有看到，自己也知道我看到他的屋子是很简陋的，但是我相信他的屋子现在很大，我相信是一个独立的屋子了哈，对不对？很大间的屋子，所以已经神给我们一年多来培训我们，来栽培我们，就是我们得到更美好更好的奖赏哈。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丽丽一年多看到的屋子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不是的，大家千万要记得圣经一定要牢牢，圣经的话一定要牢牢的记在神的要记在我们的脑海中哈，要记放进我们的心里。还有一件事情，从这一年多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神是活的神 ,OK, 大家千万不要把神就是把他认为神是就像人类一样这么小 ,OK, 不是的，他是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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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而且大家要敬畏神哈。所以大家这些一年来几个月来的神在培养着我们培训当中，我们都得到很多很多的奖赏啊，所以大家继续努力，不要忘记 ,OK, 不要忘记每一天神都有看顾着大家每一个人。所以之前呢，其实我看到我的植物屋子没有看到全部，只看到这边一点，看到那边一点，但是我还是继续努力，所以大家都继续努力。当对的时间的时候，他就给启示给我，或者就不需要。当我们到另外一端的时候，他就很惊讶的给我们看到，他给允许我们的产业哈。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产业之前，我们先来侍奉神，来做个好见证 ，OK, 来为这个世界祷告。
而且呢，来做个见证，为主耶稣做见证，给世人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活的，这是最重要的重点哈。我们的重点不是说立刻就进去得到奖赏，不是的，这不是我的心意，真的不是我一路来跟大家分享的，都不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要做完 ，OK， 我们的工作做完，到今天我的工作也是要做完，大家的工作也是要做完。今天呢，我们是一起的。为什么好像我家中成员他误会了，说我都是意思是讲说我什么都是为了我自己一家的，没有，真的，我都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件事情，就是主派我跟我女儿从澳大利亚 Australia 那边来到加拿大这么冰冷的一个地方，其实不是很愿意的过来，但是经过了几个预言，主也自己也跟我们讲，所以我的女儿放弃一切，从澳大利亚一个很 enjoy 很享受的一个生活，来到一个偏僻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就在这边生根。然后我的女婿呢，跟我的女儿从来就不认识的，然后只是在Skype 里面祷告。然后他们就从结婚了之后才趴脱的，所以都是神的安排。那在安排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美意，神的美妙哈，他的工作那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那讲到这边，大家要记得，我每一次讲说我们不是假的，神知道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如果今天我讲的话，心里不是这个意思，口头讲心里不是这个意思，脑海中不是这个意思，神是不喜悦的，他是不会用这种的仆人，他不会用假冒的仆人，他不会用心虚的仆人哈。神要真诚的仆人，神要那个爱神爱人的仆人。所以呢大家继续努力，要记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派我们来到这边，常常我就跟神说，神啊，你跟我讲到这些背题的事情，我家里的成员哈，我的朋友亲戚们在马来西亚的，那怎么办啊主，我又不能够回家 ,OK, 我要希望他们也得到这个福分啊。我们其次呢，很多年过了，神一直跟我讲说，他说他不会忘记我的亲戚朋友们，他一直跟我讲他不会忘记我的亲戚朋友们。当然在当中神没有讲过的话，我不能够自己随便走随便做，所以到时候到2017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突然间神就跟我讲说，你现在要跟你的家人讲，要跟你的家人讲到背起的事情。所以我就先从我的家人开始，之后呢，他说你要去找那个 Esther, 你要去找 David, 你要去 David Teo, 你要去找 David Xiong, 你要去找谁找谁，我就跟着他的话去走去找。所以到今天哈，所以大家每一步我都跟从主耶稣的话，不是我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行的哈。所以大家继续努力，要记得莉莉讲的每一句话是真心的。OK, 我讲到大家就是大家，大家一起努力就是大家。今天莉莉没有大家的陪伴，也不能够完成神的事工，末日的事工。当然莉莉之前呢都是祷告，作为一个祷告者为世界祷告好几年，2006年就开始了吧，而且为马来西亚这些祷告，然后2009年就为世界祷告。那之前呢，神叫我做一些事情我都去做，叫去邻居传福音也去，去一个地方传福音也去，去个一个地方开始团契我也开始。所以呢几十年来都是跟着主耶稣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哈。所以大家继续努力，大家的辛苦神是不会忘记的哈。就算你觉得不知道怎样去跟人家传福音，但是你能够做的就为家人祷告，为亲戚朋友，为旁边的人祷告，而且有怜悯的心，就有爱心，爱神爱人，敬畏神，这个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神很喜悦的一件事情，好不好？感谢赞美主，希望大家会了解我在讲什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家里的成员他是讲说，在大每一天的 WhatsApp 里面都是跟大家讲到上帝的大能，让上帝的爱，上帝的作为这些。对，另外一方面我的家人就有一个忘记说，就是忘记的，就是说神爱大家，爱我们人 ,OK? 那我们怎样去爱他呢？
OK， 对，上帝爱我们，对不对？但是在这些 WhatsApp 里面，一年多，神一直教导我们要怎样去爱他。不能够说神爱我们就是停止了，不是，我们也要爱他。我们要怎样去表现出我们对他的爱呢？我们要怎样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行为上，在我们思想，在我们的心里，要怎样去爱他？哈，所以这是一年来神在教导我们的一件事，哈，好不好？感谢赞美主。那还有一件事就是，神今天会派我跟大家讲神的话，也是一路来的训练。OK， 丽丽不是说就是不是说 OK。怎样讲，就像普通基督徒这样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规矩的这种，不能够的，一定要跟从主，做神的仆人，到今天才有这个资格跟大家讲到神的话，好不好？虽然我不是牧师，我不是传道，神不要我去，有牧师叫我去参加读神学，有澳大利亚那边也有 OK 然后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一次也问主，有一个姐妹说我们一起去读神学，当时神说没有时间了啊，他讲不，你不需要读神学。然后之后才知道说他要我自荐，从他收到信息，从圣经里面收到信息，从他自己的教导之下得到信息哈，来跟旁边亲戚朋友们，还有为世界祷告，还有开始团契，开始教会这些事工哈。所以大家继续努力，不要忘记我们每一天走过的日子都是在神的手里。感谢赞美主。今天呢，李命之两位弟弟好像还没有生来，我不知道是我漏掉一个还是什么，但是呢我就给大家这首诗歌里面有讲到一些陪我，就是上帝一路在陪伴。虽然我们经过很辛苦的日子，好像大家每一天都很爱主，很亲近主的，听着这些信息，而且也唱一些诗歌，也祷告，这些神都是很喜悦的事，神都有陪伴着大家走过哈。所以不要好，就是这样。那我接下来大家看图片哈，今天有一个信息很重要，就是说因为主一直跟我们讲说我们有一双一对，一双一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一个了，那我们还有第二个了，就是昨天大家在 WhatsApp 里面如果看那个图片哈，我有画，但是忘记解释，大概是神没有给我解释，今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 OK。昨天如果看那个图片，就是有黄色的光，其实是白色的光，洁白的光 OK， 它照着八点跟十点，然后另外一边呢是一点到三点，对不对？两边哈，现在我知道是有第一个了，是八点的单位到十点的单位，然后呢有第二个了，就是到一点的单位到三点的单位。但是如果我们就继续这样算起，从八点到一点的单位也是零的话，就是两个了了哈。但是我看到的意象呢，是照着八跟十的单位，还有另外一边是一点到三点的单位，三点也就是了了，所以大概神是围绕这个三这个了，所以是用另外一光照着另外一边。所以我们今天呢，东方那边已经进入星期一了，是进入第二个了，第二个了，星期一进入第二个了。如果我们从这个时钟来看八点的单位是13号、14号、15号到十点，对不对？那之后呢，就从十一就是对不起哈，十那边开始，为什么是三呢 ？OK， 八九十，然后十十一十二，当时我看到的是。一就是十一点那边哈，一就是十一点那边，十一点那边也不是十那边开始，就从十一那边开始，十一的话是16号，十六号就变成一点了，一点然后又加两点，大家记得之前看到的意象哈是 orange color 橙色的写作十六，然后两个箭头指着二，对不对？指着二，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是不是我们能够一清二楚去了解神的神的意思哈？所以就是16号
之后，4月16号再加两天，就是4月18号了。OK， 就这么样讲就简单了哈。OK， 我们也不要太复杂，复杂了就弄出很多马脚出来。好，那大家看那个图片哈，8:12昨晚8:12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听到我的旁边差不多6-7尺之外，就听到有一个人声音讲，哦，这样还是什么声音，就是一个声音，然后就听到一个脚步声在我的右边。啊，我问我的家人，他们都说没有听到，只有我一个听到哈。OK， 那82，那就我就在想说，回家还要到12，还要到12点呐，还要经过这个12点，我已经在想过了。虽然那时候不确定哈。那之后呢，在晚上的时候11:48的时候，我在主的面前跪下来，然后就听到两个敲。敲声，在好像敲墙壁的时候，这个声音两个人，然后一分钟之后又听到号角声，那又11:12了，又在12了哈，我在看，想到哦，又在12了，是不是要经过这个12点？就之前看到这个时钟有指着12点哈，然后分针那个分的针是指着一，对不对？所以已经准备好要经过再过3天了哈，所以大家继续努力，我们真的要到家，一到家我们没有再回来这个地球了哈，好不好 ？OK， 所以大家很紧张，等候，我自己本身很紧张，我真的，因为啊，大家都知道眼睛，我真的之间现在都在挣扎着啊，但是我知道神的允许，我知道他给我们的允许，现在就要到，我现在看到蓝色的光。从我的left hand side 就是左边那边上一下哈 ，OK， 很大力的蓝色的灯，一个灯光这样。好，7:46昨晚今天早上7:46我就听到两次 chaos， 然后之后过一阵子又 chaos 是什么？是混乱，世界混乱 ，OK。是7:46，七就是神圣的完整，46就是十，就是当我们完成了，我们走了之后，这个世界就经过天灾地乱了哈。还有7:56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家人 ，OK， 他就 message 我 complain 很这些事情然后我当然会心痛啦，因为家人嘛，是我心爱的家人哈，那我就后来我在问主这件事情到底怎样一回事，我都不明白 ，OK。然后在当中呢，主就给我看到异象，但是他也听到，我也听到声音是这样，听到声音说辛苦啦，辛苦啦。其实前一阵子都有说辛苦啦，然后后面叫我的名字，我知道这个叫我的名字是圣灵在叫我 ，OK。他叫我 Lily。然后丽丽的名字非常非常的好听，非常非常的好听，就是说辛苦了丽丽，辛苦了，神都知道你辛苦了哈。其实呢，大家都，我都其实真的是从我心中的话，不是我一个人辛苦，大家都辛苦。所以我每一天神在说，本来好像要回家了又没有，要回家了又没有，我都很挣扎。为什么？我都是想到大家。我都想到大家，我第一个要想到就是大家，真的，我没有骗大家的，这一句话是真实的，因为大家都很努力，跟我一起在等候，认为到了还没有到，到了还没到，没到，所以我是想到你们大家的辛苦，我的是排第二，我没有骗你的，神是我的证人哈。好，接下来我就看第二那边，我就早上的时候第一个意象就看到溢出的溢。益处的益 ，OK， 益处的益，利益利益处，利益益处 ，OK， 益呢，英语叫做 benefit profit or 什么 advantage， 就是说我们还要经过后面几天是有它的意思，是有它的好处的哈，是有它的好处。那接下来就看到 MAR。不可能是 MARCH， 不可能是商业已经过了哈，那是 MARK， 给我聪明智慧是 MARK，
mark 就是记下来 ，market 就是记下来，那缺乏了一个 k， 还有一个 k， 对不对？还有一个 k，OK， 还有一个 OK，OK，OK， 那时候我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天我不知道，我认为说就是要明天就回家了 OK。 那第一次那边就差不多六点这样，我就看到一排字写着不得在一起，不得在一起，不得在一起，不能够在一起，什么意思啊？神 cannot be together， 不得在一起，不能够在一起 OK。 那我在想说神啊是什么意思，一直在问问问，然后他又给我看到不都不都，然后后面好像有意这样，就是说我们不是全部都会聚集在一起，我们不是全部都是属于一个地方 OK。 当然是华人的区，但是呢到底我们是住在怎样的一个，是住在山上啊，是在山底上啊，还是住在一个比较简陋一点的啊，还是住在一个很高贵的屋子啊，这个是有分别的哈。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大家我知道大家大概在心里说 OK， 只要我能够过去背景我就很开心了。当然这是大家每个人最重要就是要背题，能够背题就已经很开心了，那接下来的大家就不要想太多，对不对？然后最重要是我们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事工，这是最重要的哈。 OK， 接下来就看到一个盒子，白色的盒子，有写着其他字，然后比较大的字就是 MATV， 然后就给我聪明智慧，就是 Alternative Media， Alternative Media Television，就是 Native Media Television 会在一个盒子里面，它的意思是什么？这个 Alternative Media 就是很多人他就是这些 Alternative Media 通常是不讲谎言的，在好像 BBC、CNN 这些都是讲谎言，很多 Fox News 也是都是讲谎言的话 OK， 都是讲谎言，可以讲太久到这个世界这么乱了，但是这个 Alternative Media 通常是找到事实证实的然后才讲的哈，讲真实的话，而且很多都是关于基督教的哈，就好像大家都知道上个星期这个 Julian Assange OK，他是 WikiLeaks 的 founder， 他被抓了哈，所以呢，变成这个世界进入一个黑暗的时期，就是人就没有自由讲了，没有自由讲话。就好像刚才因为他被抓了好几天，好像上个星期几啊，上个星期三还是什么？那今天呢？刚才我看到信息说，今天的 WhatsApp、YouTube、Google 这些很多地方都 black out 就没有了，他们就停止好一阵子，很多小时哈，就好像我先生刚才他应该早上的信息过来，我没有收到，我先过去也他也没有收到，到刚才半个小时之前 ，OK， 就是这边的6:01，6:07才收到，所以大概他用的 WhatsApp 是马来西亚的号码，所以大概是马来西亚都停止一阵子了哈，好几个，可以讲说早上可以讲说10到12个小时吧，没有 WhatsApp 啦，没有这个 Google、YouTube、Internet， 好像大大的影响到哈，所以大概在这当中呢，他们都在调整这些东西来观察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这个已经大家都知道的，而且控制每一个人在 YouTube、在 Google 这些在 YouTube 里面讲的话，还有这个 WhatsApp 里面讲的啊，这些都被控制了哈。接下来第七那边还有一个，我醒来的时候其实我就看到怎么太阳这么亮，又照进我的房间，在外面的太阳是白色的哈，好像中午的太阳这么亮照到我的房间，照到我的房间我就照相了，照了哈，当然照的照相就是上一次一样的大家看到，所以我这一次就不给大家看今天照到的照片，是差不多一样的，也看到那个半圆形的那个粉红色的那个 semisphere， 然后里面有灯的那个也一样的看到，也一样的照到，还有一个就是后来我看时间，那个时间就是7点，其实我不知道时间，我看了怎么又是7点了哈，所以呢星期五看到这个太阳的光照进我的屋子，然后今天又一次，所以是两次就是一双一对了哈。好，之后呢我在想说神啊，这是真的你
这样照过来跟我讲话吗？还是说是今天真的太阳这样，就是自然界的神就给我看到好多次，早上看到两三次，天空那边啊，天堂那边这亮光就像早上啊看到的这个早晨的太阳，很亮很亮的这样照着闪一下，然后又有两次还是啊两次照闪一下。下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又有两次，这样闪一下 ，OK， 又有两次。所以神在跟我们讲说，真的早晨的太阳那个我看到的是神在跟我们讲话 ，OK。我现在才了解，我们进入最后要进入最后的了，最后的三天，最后的了。所以有两个就是一双一对了哈。好，接下来我又看到好像我画的那个一撇下来，然后这样下来 ，OK， 或者是说这样讲，也可以讲是第二个二也是讲到第二个两画第二个哈，或者是还有剩下来的 ，OK， 那接下来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没有看到她的脸很清楚，但是她穿着啊，她的穿着，她的衣服是很大的，在我前面，真的她穿得很漂亮了，她穿得很漂亮，而且这位姐妹很漂亮，身材也很好，而且在等候着主耶稣来接她回，就是讲到教会 ，OK， 我们这些准备好的就是教会，我们要等着主耶稣来接我们回了 ，OK， 接下来就看到这个 couch 就是沙发椅子。下面呢有一支笔，很大的马克，很大的马克笔，但是有那个有盖子的哈啊，它的底端已经看不到了，就是上面中间跟上面看到 ，OK。那这个笔呢是之前没有看过的哈，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OK， 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大家知道说一个盖子可以代表一个阶段 ，OK， 就是一个了，然后这个笔呢也是一个了 ，OK， 就是一个了已经走过了啊，只剩下一点，另外一个了呢，OK， 又要开始了。好，接下来就看到主耶稣关抽屉，那抽屉他把它关起来，然后我看到他的大拇指跟第一个手指是他的左手哈，他关起来，我看到他关起来，但是有一张纸的一点点露出来，就是讲到有一张纸露出来，意思跟我讲这个名单已经进入抽屉了。这个名单已经进入抽屉了 ,OK? 所以大家准备好，接下来啊 ,12 那边就讲到早上的太阳，然后13那边就看到我的手，因为有一点失望嘛，伤心嘛，我家人这样误会我，而且我真的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OK? 然后我就看到我的手这样向着主耶稣，主耶稣啊，你牵着我的手走过吧。好，接下来我就看到主耶稣的手，他的最小的手指 ,OK, 然后现在给我亮光，最小的手指，然后在第四个手指 ,OK, 手指是第三个 ,the no name 那个手指有看到，还有上面一点 ,OK, 上面一点，然后最后一个手指，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最后的手指就是讲到最后的了啦。接下来又是一个这个第一个手指就是上去的一个手指，然后再过去一个手指也是看到一点了哈，所以就是要完了。接下来就看到字写着 forced to work, 就是说如果大家去，神在跟我们讲说如果大家去的，当然我知道说大家都很努力，是真心的啊，是真心的。万一 OK, 就算留下来的人，就算在中国大陆，我这个信息都给中国大陆一些弟兄姐妹们有听信息的哈。如果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压力的话，一个压力要听神的信息，要准备好背题的话，如果是觉得是一个压力的话，那神说，我就听到声音说会，然后会改就要会改了 ,OK? 不要觉得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是一个美好的事情，因为真的我们要准备好自己，要圣洁 ,OK? 我会忘记画下来，我有一阵子不知道他脑海为什么会讲圣洁的信徒，圣洁的信徒，然后怎样讲，就好像一个时钟这样在走啊。
好，接下来我就看到两个手指，然后里面有是里面的哈是palm， 看到 palm，OK，、okay， 英语叫做 palm， 啊是右手 ，OK， right hand， right hand， 然后就像我画的这样，只做二，然后又看到三个手thumb 大拇指跟两个手指，就是说第二个了，他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是讲到有第二个了，第二个了了就是三天 ，OK。接下来就提醒大家，我之前看到的十八八，如果就如果是又有另外一个了，就是今天是十五号、十六号、十七号、十八号，或者是说对呀、十六、十七、十八 ，OK， 三个了 ，OK， 就是回家了。好然后大家都知道十九号是受难节，而且也是犹太族的逾越节。但是受难节呢，这一次我们受难节之前呢，就在当中我们回家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用受难了，我们不用受难，主耶稣已经替了我们受难。我们是纪念主耶稣的受难，但是主耶稣说已经到了终点了哈，到了终点。好，接下来提醒大家，之前看到了一项家，然后青色的彩色笔彩着，然后旁边写着八，八就是家，到家了。好，接下来呢是我就这让这个走过，然后第二个我是是 message for the second love， 是接下来又有信息跟我解答，跟我讲多一点关于这个第二个了。好，我会接下去，阿们。好，第二面哈，第二面就是 message for the second love， 第二个了。好，就从这边开始，因为我上面画这样一在了那边哈，再走过来一个时钟，然后又有三个长方形，这个是我看到的意象，看到的意象这样写，所以我就这样画下来 ，OK， 下面呢就没有看得清楚 ，OK， 上面是我看到，我就这样画这样写了哈。好，一在了，什么一在了？后来给我聪明之位就是说还有一个了 ，OK， 还有一个了，就是还有另外三天，最后的三天。然后看到这个时钟，这个时钟呢是第二次啦，第二次看到，好像第二、第三次，上一次我也有画，就是只做十二点，然后分的那针指那个那支针呢就指到只做一点，一点也是零，大家都知道哈，一也是零。好，下面呢那个时钟就前昨天画的那个就 flip 过来就变成16、17、18了哈，要到三了 ，OK， 十八才是了 ，OK， 十八号才是了。好，旁边那边这个长方形大概可以，我现在我刚才给我聪明智慧是讲到这早晨的太阳 ，morning sun， 早晨的太阳。当然星期五看到一个，今天又看到一个哈，下一个呢？下一个是什么？但是下一个是比较暗一点的。是不是就是讲到背题了啊，讲到背题这个世界就黑暗了啊。OK， 接下来我们上去是亮的，这留下来的是暗的。 OK， 第四那边我还是在追问到底是怎样一回事，然后神给我看到三个 tray， 这个tray 是什么？烘蛋糕那一种 tray， 长方形的，蛮大的，就是不是画的，是真的，给我看到三个 tray， OK， 烘蛋糕的 tray 三个，然后我就想起是不是说要另外三天了 ？OK， 好，接下来呢就看到这个手指又像刚才讲的了，刚才的就是第二个了，第二个了 ，OK， 又再看到。接下来呢第六那边就看到了，就跟我解答说是一个了 ,OK。第七那边就听到声音说很多，没有，不是声音，是看到字 ,OK。看到字什么呢？很多够了。它的字是比较小，所以很多，其实我画错了，其实不是声音啊，是看到字，很多够了。然后听到声音，后来听到声音说还有小孩 ,OK, 就是说要选的被神拣选的这些被提的信徒们、使徒们、这些新娘们 ,OK, 已经够了 ,OK, 已经够了。
还有小孩们，小孩子，还有小孩 ，OK， 还有小孩一起上去。那接下来就看到主耶稣，真的是主耶稣，他穿着白色的啊长袍，然后他的手就放在一个好像电视台这样电视的前面，这样就放松的想放下来了。他讲放下来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放下来了。然后呢，他的电视台那边就是我看到天空上那个很亮的光，好像早晨看到那个早晨的太阳这样，就这样亮着 ，OK， 亮着一样样的。接下来我有看到一个人，他是古早的人，但是他整身啊头发也是白的 ，OK， 脸也是有一点白的，还有衣服也是白的哈。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是谁哈，但是不要急，医生说你不用知道是谁啦。好，接下来是一个好像巨人这个身材哈，很强壮的一个身材，然后他说啊这样，另外一边也是觉得自己是赢了哈。然后呢，他的头好像被挡下来，他的头就向后面这样，其实是一个图片这样哈，是一个图片这样，所以呢，不是图片，是一个照片这样，照片这样。后来刚才就给我知道说是讲到这个Goliath这个巨人，他的头被挡下来了，就是这个黑暗的世界，这个邪恶的世界背后就是魔鬼了 ，OK。然后呢，这个兽系统啊，这个兽系统神要把他的头把它挡下来，他的头挡下来，所以主耶稣要来掌管这世间的一切。所以我们就是为什么每一天我们都准备好，每一天都叫主耶稣快快来哈，救这个世界。好，接下来十一那边啊，我是在画的时候，当中我的眼睛突然间闭起来，就看到这个满天空都是这个背鳍的门，然后呢有青色的颜色，都是青色的，整个画面都是青色的。然后在中间呢有一个椭圆形还是圆形这样，差不多是接近圆形这样，有一点椭圆形，就是一个圆球这样，就是我相信是跟我们讲说这个地位，这个部位，这个部位呢是给你们这一群哇塞啊，哇塞的人的门。当然啊，几个我算不来了哈，我这边有写的不是exact 就是正确的几个门，不是的，不是，是差不多这样啊，差不多。但是我相信有几十个，最少几十个门了哈。OK， 接下来有没有看到第八 B 那边就讲到太阳 ，OK 发射进来的。好，接下来我有写着五个长方形 ，OK， 中间只要二三二三四三，一次看到的意象就是跟我们讲有两个三，两个了，两个了，两个了哈，一直跟我们提醒我们有两个了，好不好？好，接下来呢，两个了，两个了，两个三，就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大概上一次已经讲过，也不记得了。好，接下来我再写着 any 的了，有没有第三个了呢？我希望没有啦哈，我希望没有。好，第十二那边就是看到这个字 ，OK，JU， 然后二 Y 就加，什么意思啊 ？OK，J 也可以说主耶稣，对不对？啊，主耶稣和你 ，OK。主耶稣和你到你的家 ，OK。主耶稣和你到你的家，或者是 Join you to your house， 跟你一起到你的家 ，OK。也是想主耶稣说他来带我们到我们永恒的家 ，OK。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莉莉在讲莉莉而已，不是的，不是莉莉在讲莉莉的一家人，不是的，莉莉跟大家讲就是跟大家一起讲 ，OK。所以不要像我家人这样误会我哈。OK， 这是给大家一生，这是一箱都是跟大家在讲话，不是莉莉一个人啊。但是昨天我有讲到我的家人，这也是跟大家讲啊，分享莉莉的一点点事情啊。难道要伤心要失望吗？大家应该很开心啊。OK， 如果你们大家你的奖赏非常好，我是非常开心的，比我更好我更开心，好不好 ？OK， 真的。真的 ，OK 啊？为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人做 MV， 有没有做 Direct Sale 的人就知道，我全做一点点哈。那如果你介绍一个人做 Direct Sale， 你的下线做得比你更好的话，你是很开心的，因为怎样，你自己
也得到奖赏，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都希望别人 OK 做得比我们更好，这是围绕神的国度，围绕上帝的国度哈，围绕上帝的国度。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不能够自私的，一定要很 generous 的 OK， 要慷慨的 OK， 要真的要慷慨啊。所以感谢赞美主，因为大家都是一起的，而且是围绕上帝、围绕主耶稣的国度，而不是围绕我们个人的国度。OK， 我们个人没有这个国度，我们大家都是联合一起的，来跟主耶稣啊在一起，在这个天国里面，在这个上帝的国度里面，好不好？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再误会我啦。OK， 我真的没有啊，我家人讲的那样哈。接下来。就好像一苹果把它切成一大，然后就好像一颗心 OK， 就变成一颗心啦，里面是洁白的哈，洁白的。然后呢这一颗心呢就主就把它采青色，一般变成青色啦。然后呢一般变成青色 OK， 青色就是就是青春新的开始 OK， 另外一般还是很亮的，很圣洁的。好，接下来这颗心呢，外面呢都变成金色啦，都变成金色啦 ，OK， 就是说回到天家了哈，里面这个心呢是圣洁的，是圣洁的哈，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心要想着回家，所以这颗心有一半是金，是一半是金色的，就是想到回家，一半是圣洁的哈，所以我们要准备圣洁，然后我们又有带着盼望回到天国，对不对？所以有不能够说你的心盼望就回到天国，但是没有准备圣洁的心是不行的，所以大家要有圣洁的心，还有带着盼望，就是保罗讲的最重要的三件，就是信心、爱心以及盼望。OK， 信心。相信啊，每一天都要抱着这个信心，所以每一天都准备好 OK， 要有爱心，爱神爱人，而且呢要有这个盼望 OK。 感谢赞美主，然后看到主的手就是这样包起来，就是说加油，你有没有叫人家加油的时候你的手就是这样，对不对？